剑王啊！哎呦，哇，对啊，王不见王，什么？王不见王到底谁是王？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基本上我最近跟周杰伦都没有再碰面。帮周杰伦写了歌之后，他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。没有，我把他放在我心里。鹏哥是我们的前辈，真的。今天两位前辈来到这个地方，是他们两个算是模仿界的翘楚。哇，开玩笑，要先从对啊，介绍之前先来一段。我觉得其实这个《新兵进击曲》这个节目非常的好，是不是能够请那个叶教授来开示一下？好，大家多支持这个节目。真的，真的，对啊。各位现场来宾。以及电视机面前的观众，也叫大家平安。哦，今年365天，今天上轻松。然后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今年过了是明年，明年过了是后年，兔年过完是龙年，龙年过完是蛇年。谁都不知道。太厉害！我把去年比较红的一个音乐人，哎呦，我就模仿他唱两句就好。老师，麻烦念你，我说来就来了哦。我的字典里没有放弃，因为有《新兵进行曲》，他有了不起的收视率，台湾他排第一。你们觉得很厉害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在任何的尾牙都唱这首歌。真的是尾牙小天王。为什么从哥要做这么多场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他从中要发掘艺人，再来介绍给我们节目？哎，真的，我今天带来这个厉害的，他有几个哇点。好，我要介绍他，今年已经63岁了。哇！然后，而且他有职业街头艺人的证照。哇！而且他人称人体九官鸟，哇，这厉害了吧？他是全国独一无二的钢铁呼啦圈表演专家，哇！钢铁呼啦圈表演，对对对，马上欢迎我的这个算是钢铁呼啦圈大人许金泉师傅，耶！哇！我刚刚就跟你讲，看不出来63岁，哇！三五零二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华关关林镇柯金泉，今年63岁。既然讲口技哦，对，我们先抛砖引玉，哎，好不好？就抛砖引玉，真的是口技，我们小弟大家，我知道大家都有研究，对啊，我就先来，好不好？你先来，我先来一个叫做这个大家有听过那个猫头鹰吗？有。其实猫头鹰的叫声跟班嘎、斑鸠有一点像，是猫头鹰声音是比较高一点。咕噜咕噜，那些都真的是瞎搞的。你真的看看阿公的哈，你以后就出门不敢跟人家提口技了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就拿这个，这个就厉害了。上面标示的都是一些鸟的名字，你随便指哪一个，它就会做出那个声音。哇，我青菜鸡啥哎，你的闭出来不？暗公叫。哇，像我。很像，很像，很像，跟我刚刚那个按摩像一模一样的声音，差很多，哇，刚才立体多了，立体多了好吗？你看，意思是好意思，是木的你好，嗯，哦，哎呦，还有木，还有弓，你看，哎呦，一模一样，好像哦，刚才你好。厉害哦！恐怖声，哎呦，恐怖的声音啊！那我们恐怖一下，鬼屋的声音，好像，掌声鼓励，好像哦！你看我才调用这些本子的歌，有啊有啊，哎呦，真的假的？你来调，我来摇看麦，好来，我本子调，恁摇啊嘿。没羞吧。掌声鼓励鼓励，哎呦，大掌啊，一目了然，这样各位不要以为他的才艺就这样，这在他的身上来讲算是文的，然后还有武的功，还有武啊，15斤重的呼啦圈，15斤重呼啦圈，对对对，来呼啦圈啊，把那个呼啦圈拿起来，你要滚的，哎，小心小心，你有练，刚练刚说完的啦，哦。
太贵。那边有这款哦，听说有的三千的。三千的，没这么少。好像邓雅，哎呦，哎呦，居然被邓莎盖表，这个是很惊艳。虫应该会看不下去的，好壮哦。哎，哟，马上去我的阿公带来的钢铁呼啦圈。哎呦，一下就是腰部哎，边摇还边这样嗨起来，没有。哎呦，哇塞，吹口琴呢，这样子体力怎么能够消耗的完？哎呦，它吹夜来香哎哦，哎呦，夜来香哎，而且你看它腰上那个肉有没有，都已经变成那个晃来晃去，然后就中间有一个，掌声鼓励鼓励，哎呦哎呦，哇，使眼睛掌声鼓励鼓励，哇。像矿脉气矿脉，你气矿脉哦，小龙哥，小妹哎，拜托，另外共15级去打，对不对？能够要咬得起他的人，一定不要被我气。对，我这要有。刚才我们前段的就发现谁的口气最厉害，谁最厉害？虫虫哥，虫虫哥口气厉害，那他一定咬得起什么？呼啦圈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掌声鼓励鼓励。气矿脉哈，哎，这个哎，快点快拿麦克风。而且我听说啊，虫虫哥不只会咬呼啦圈，他会吹直笛啊。诚意的，我跟你讲，艾辰，这都是诚意。虫哥今天这个表演哦，要算上你一笔功劳。如果失败的话，就算你也失败了。不行要讲哦，不行要讲哦。拿起来都有点问题耶，加油！喂，喂，小心小心，而且，哎呀，行不行啊？哎，你为什么？哎，我也不能太大力。哎呦，哎，这个他竟然摇起来了哎！直接给你，虫虫哥，右边，直接，右边。行啊，加油，手都救不到口。文武双全的虫虫能够成功挑战边摇呼啦圈边吹直笛吗？行不行啊，加油，手都救不到口。欸、我们觉得虫哥表现不错，给他扑上一下，不错，真的不错。哇，今天还是真的，真心大理心。你退档无够档啊，你已经都没用掉，都没掉。还是你干嘛？我内底做是靠主角的海参。哦，哎呀，真不喜欢你。哎、欸，阿公公公，你死哈！啊，你无讲过，你无讲过，我讲好我听。你着来试看卖啊！张元加油！小心一点。哎呦！成为一个颜色，好像很轻松哎，导演好厉害哦，但是脸可能好痛苦哦。啊，我的情况，我也这样唱歌哎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阿公，阿你演的还是对啊？不对呀？对吧？赛哈，真的要比赛啊！说真的，阿公真正厉害，你上厉害是偌大？是偌大？六十。啊，六十。六十公斤是用什么做的？用什么做？塑胶做的。你要讲。哇！小心小心！哎，好重啊！哇！哎呦！哦吼，会出档的嘞！讲一下声音，让你听看麦啊！哎，他实心的，这个第一海也在海龟耶，哦，十个以内啦。我告诉你，十个以内啦。我还准拿当地海参呢，当海参用。一千多下，我们也不可能一一摇摇摇到一千多下，对啊，我们就直接挑战一分钟80下，好不好？平均一秒钟一下多，一下多，一下多。来，我们试试看，好，来，一分钟80下，好，计时，好，来，我想崔姐姐，欢迎我的阿公带来的钢铁花圈60斤，我要先要崔姐，哇，计时，预备备，开始，就错过了我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太六七八。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哎呦，还加父皇的叫声啊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66。这太吓了，废了！1分钟还在持续当中哦，太厉害了啦！
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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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热身，要先热身，他一定会做。掌声鼓励一下，放沙哦！各位观众，错过你要再等百年。重重的，到底是这个呼啦圈硬，还是重重的腰硬呢？好，好啊，好啊，起来了，好啊，好啊，太好了，好晕啊！聪聪啊，我看这还是交给专业的阿贝较安全啦。阿贝，阿你报来无？报来无？不来，来啊！那今天我来无？今天来无？两个就带包在厝啊。所以囡仔拢无伫身身躯边哦。啊，厝内两个有一个细汉的在身，细汉的在那边啊。哦。阿你看囡仔会欢喜未？囡仔，好了，麦卡我紧。他们回来这样见你，你会感动吗？会啊，应该来问。先让我两个来问你在不？要给你给姐姐。先让我两个来问你在不？先生，来家你就见不来，你就怪怪。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来今天是给个一个惊喜。是我什么惊喜？你知啊？啊，你外套看你也知啊？你外套看。上年你家里有奖品呢。Oh my god！ 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，哇！久了，你看到爸爸了。应该有几个月啊？几个月啊？上什么？哎呦，上手机啊！新的智慧手机，哇，智慧型手机耶！新的，新的，新的啦！教爸爸怎么用。那喜安那边上爸爸手机啊？对啊，听说爸爸，我爸手机刚坏掉了。上一支比较好联络，也希望要常常打那个这支手机。对，我爱点点跳的练习，应该这样才更有意义。那我们这边谢谢我们的许大哥，谢谢。你还许大哥是国宝级，真的国宝级的。我把他接下来，好不好？不得了，就可以直接做 ending。因为你们的是钢的，所以我们表演的就不一样。哦，我们表演一个钢的。讲的太绝了！不要，表演一个柔的。接下来讲第一个袜点。真的吗？第一个袜点，光是奖牌就重达36公斤。第二一个，第二一个，这是每一个艺人生平最大的心愿，是就是能够在总统府表演。哇！我来讲，好，你会讲吗？我会讲，你的话要出来哦，一定的。第三个，他因为这个东西是让台湾的体育最高学府台北体院直接让他保送。哇！保送生，真的保送生。我们刚刚是因为阿北63，不然也保送了。太晚了啦！哎呦，马上要欢迎全台湾最厉害的冠军扯铃嘉宾！哇，有主持人，一对父母带着一个孩子，对，太棒太棒！今天的名字，来，还有我们的爸爸陈伟，哇，帅爸爸，走过来已经听到冠军奖牌的声音，太棒了！来来来，先让这家属先跟观众朋友打招呼，问好一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冠军扯铃家庭，哇！其实你们看明文外表看不出来，他是个非常辛苦的人，他是听障生，哇！他说比谈。用笔弹，哦，用笔写的，用写的方法，看不出来，长得非常的清秀啦，哦，对，我们扯几年，四年，哇，这样有成绩，就这么多奖，看他身上的奖牌都是金牌，哇 ，Number One 第一名，哎呦，看一下，哎哎哎，真的，屏东县长杯民俗体育运动锦标赛冠军，金牌，哎，不止那边，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奖座，奖座，看长治国中96年全国各级学校民俗体育荣获优等哦。好，来庆祝青年节2011年活力青年文化屏东系列活动，陈明伟参加创意才艺比赛，荣获第一名。哎呦，非常的棒哦！观众端康啊，都是扯得受伤了，连个架起胸。对啊，扯铃怎么会扯到这样？抛接的，所以明伟要很辛苦，很辛苦。但是我看他身上挂了这么多的奖牌，对，实至名归。台湾之光，台湾我们是不是马上来看一下我们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大概不要向他去一点。好，是是是是。好，掌声欢迎明伟为我们带来的扯铃表演。飞碟，飞碟，哇，那也能扯哦。
真的是好会扯哦。方向，哎呦，好帅哦！哇，这个近看，眼花缭乱，眼花缭乱，哎呦，哎，那扯。受伤啊！这这么靠近脸呢？对呀、啊。这么压力啊！好像他的宠物想学这么多弟弟，不是打假的哈、哦。哇！国际级的选手呢哦。他其实。抱歉抱歉。哎，高度很高呢。哇！是。哇！三个。真的三个。哇！好像摩天轮哦。哎呦。选手啊，哎呦，三个啦，哇，高了，超高了，哇，哎呦，哇，哇，这个很骄傲，神乎其技耶，他的技巧，这个不叫做厉害，这就太神了，太神了，看对不对？表演有一种感动的感觉，他的这换这个扯铃的速度，我目前看最快是他，而且零失误，真的是零失误，最快是他。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扯铃呢，小时候也非常的喜欢，曾经，我们就牛刀小试一下，好，我们扯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，扯电锅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扯电锅，真的被扯电锅，这叫扯电锅，好不好？不要不要，更艰深的，我们请明伟一起看一下，哈，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怎么这么巧？马上就带了个锅，开玩笑，我们都有准备了。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们很贴心的。各位观众，洪都拉斯大言不惭来踢馆。怎么这么巧？马上就带了个锅，开玩笑，我们都有准备了。你们这个节目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我们很贴心的。各位观众，我觉得是糊弄的。洪哥的扯电锅，好厉害哦！真的，平衡的，很厉害。两边大小不一样哎，怎么变平衡？全场只有明伟一个人给你掌声，但明伟明伟有给你比个赞呐！哇，为了要为了要说这个实在是会成功的，我们请明伟。明伟已经想要试试看呢，真的假的？你真的要试吗？他好简单哦！哎呦哎呦！我今天没有把他打败哦，我就退出演艺圈。好，你紧接着下来要怎么样？居然会用锅盖，好，倒也给你个机会。好，我们两个 together forever。好，打败他。好，哎，许大哥，底下框架都笑到被造一样。许大哥，他笑到被造一样。许大哥，我今天来无成功，我带你奋起。我们用雨伞表演双人扯铃，没错。用雨伞，真的假的啦？到底他注意哦，看注意哦，是什么样子的？双人扯铃。哎，接得住哎呦！又是你在喊，退出演艺圈，退出演艺圈，退出演艺圈，表演去摇呼啦圈。我跟你讲，快去摇呼啦圈。好，扯一扯，丢过来，我来接。哎呦，又换又换他。好了，阿伯，你两个去干嘛呀？去，好，你两个去干嘛呀？来来来，不要吹，吹姐，吹姐。洪哥居然用退出演艺圈的好语，对，这都要做最后一集，到底洪哥会不会退出演艺圈呢？哎，他真的很棒！哎，他这个对于这个扯铃的项目，对，他一看就懂了，真的。说不定以后可以加在他的表演里面，以后搞不好会有娱乐创意，对不对？我要问一下爸爸，听说明伟是个很贴心的小孩哦。没有，对，他小学毕业时候拿到总统教育奖哦，去总统府。嘿，啊，
领了一笔奖金呐、啊，我、拿五千块要给他。他说爸爸没有钱，给爸爸用就好。还、有出去比赛哦，便当都带回来给我，是这样啊。所以说我真的很感动啊。听懂嘞，哎呦，孝子，这贴心嘞，啊，对不对？感动，太棒了。那宝强妈，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你们好好说一下？妈妈希望你继续加油努力呀、啊，她继续坚持，她想要就读台北体育学院。如果有机会回馈社会，照顾听障学弟学妹，好好照顾自己，你永远是妈妈最爱的宝贝。拥抱一下，好不好？拥抱一下。什么方式跟大家有没有话讲几句话？不，妈妈，谢谢。好，爸爸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简单的三个字啦。我们今天呢，看到这个红哥带来这表演，是真的是非常精彩的。红哥差点要对住演艺圈，差点就要成为不幸受害者，要接收他的我们呼啦圈戏了。今天哇，今天实在是太棒了，好不好？哇，啊，既然这样子，我看了今天呢这么热热闹闹的，啊，两组的表演都非常的棒，是。我们今天就来这个让他们来抽奖金了，好，要，来，好礼四选一来了，哇！现在这边分别有四个礼物盒，这里里面有一个5000块的，哎呦，剩下有三个1000块的，那我不知道分配在哪里，哇塞，没有，对，两组呢，我们来这边来抽奖，然后明伟跟我们徐大哥，徐大哥，所以是要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哎，等一下，哎呦。哦，明伟赢了，明伟赢了，明伟哥可以先选啊，明伟，好，哦，元宝，选元宝，只要选元宝，哎，他觉得元宝里面就会是那个圆圆满满呐，对，快点啦，钢铁阿公在等了，钢铁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他一定选那个啦，月光宝，选2号，哇，选一个这么娘的，徐大哥来，啊，你好，不要玩哈，我们不要玩，好了，啊，你亏了，你亏了，先揭晓，先揭晓那个。各位观众，1000块钱，月光宝盒，其实我们看好光鲜亮丽的外表，到底是多少钱呢？1000元，我们开了两个，都是1000块，表示什么呢？其中有一个是5000块，没错。哦，钢铁别往前站一步，啊，面对镜头，面对镜头，往前站一步，来，大家。引导节，哦，来，啊，这里也嘛，好，来，来，还有我们的扯铃神童，一二三哦，一、二、三，打开，哦，哇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那我们的阿伯也有1000块钱呐，好不好？加在金，对，马上就发了，恭喜我们的明伟，恭喜。表现实在太棒啦！辛苦我们虫虫哥，